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燕生，你好。旁边舞动干嘛？喂喂，上一集你们大家都不转贴分享，害我们收视率整个下滑，很 down。这一集不行啦，你看我们现在预算减成这样，我们只能买什么？草莓，可是草莓还蛮贵的，还是草莓。还有，我们给大家一个小惩罚，你看，我们燕生哥他这一集穿上背心了。这一集我们要惩罚大家全程不露点，好不好？露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要打什么果汁？我们这一集是要打露。你想我打什么马卡龙啊？我们要打粉色马卡龙美肌营。那我们要准备什么材料呢？首先一定要粉色嘛，就要草莓。草莓，酸酸甜甜怎么样？酸酸甜甜怎么样？还是草莓。好像初恋啦，你真的很没有默契耶。露点了。还有苹果。苹果几颗？然后还有，其实苹果一到两颗其实就可以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草莓。不是啊，还有胶原蛋白饮。这胶原蛋白饮也是非常好买，其实对，因为 Seven 啊那些都买得到嘛。对，只是看，因为有人喜欢就是加粉，但是我觉得粉喝起来会就感觉不太好喝。那我喜欢喝胶原蛋白饮。哦，就是哎、欸，我自己也有喝过，就是酸酸甜甜，对，酸甜甜的感觉，好像怎么样？初恋的感觉。哎、欸，那这个胶原蛋白饮，其实胶原蛋白就是它里面还有一些 Q10 啊 ，Q10， 对对对，它可以的帮助肌肤的弹性就恢复，就比较更 Q 弹，更 Q 对的啦 ，Q10 嘛，对 QQQQ 啊，水水哈，啊再来嘞，草莓嘞。草莓它就露点了，露点，不是，因为草莓它里面还有相当多的维他命 C， 还有然后可以像你看，我们现在紫外线这么强，可以抑制黑色素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可以让你变白，所以玉婷喝了会变白雪公主吗？没有错，赶快让我喝，好，你赶快来。然后最后是我们的这一样就是葡萄籽，葡萄籽，因为葡萄籽它里面就是有维他命 C， 你维他命 C 跟胶原蛋白就是结合在一起，对，它的效果是加成的。对，它会不会抵触就对了？对，不会，因为你胶原蛋白要有维他命 C， 就协同组织跟细胞的组合。哎呦，对，还有维他命 E， 那维他命 E 就是正常你新陈代谢，比如说你们痘痘啊，它代谢比较快，正常新陈代谢。好了好了，露点了。好，那赶快啊，赶快来。还有苹果嘛？对，苹果上次讲过嘛？对，苹果是加在一起会比较好喝，它有整肠的效果。整肠的效果，而且因为苹果加在饮料里面，它会比较甜，因为你那个葡萄不是草莓算是酸的，哪里来葡萄？草莓算是酸的，那你遇到就是苹果啊，就会谈恋爱的感觉。好了，快转了，好，赶快把我们的草莓放下去咯。对，那我还是要先讲一下，像我们草莓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洗干净，因为其实它农药残量非常非常多。对，那你都怎么洗？我正常会放在比如说一个水龙头把它打开，然后放在一个容器里面让它一直冲。哦，直接让它水流嘛。建议至少冲五分钟。哎，那这样很浪费水。可是因为这农药真的非常多啊，那你如果加一些东西下去，比如说你加如果加盐巴咧？加盐巴我听说、但我不确定，就是听说它的那个农药会锁在里面。来，直接下去吧。好，那草莓已经帮你洗干净。你草莓的话正常来说就是头要先削掉。好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对半切。你对半切更好。可是它很软啦，随便。对，所以它就很软，还 OK， 就整杯倒下去。哎，那这里还有哎、欸。那就一起倒下去啊。还有苹果，苹果先削一下。好，啊，快转哦！漏点了。为什么要注意我漏点？看玉婷这个手法哦。对，有感觉有在练的感觉哦。因为我是什么？我是蓝带厨神前二十强。好了。那切苹果的之余呢，也要注意一下你的漏点。哎、欸，制作人笑得很开心哦。现在展现专业，你看，这刀法很利落。好了，你赶快切我们那个。观众等太久了。草莓很尴尬。你刚刚偷吃草莓，我都没说了。在那里很尴尬，你看他一个人。好，这个手法，我们直接把苹果丢进去哦。哇，看起来好营养哦。对，葡萄籽已经调好了，两匙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加点水，这样够不够？太少了，多一点。这样子。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。然后要把它拉拉。对，把它拉拉。去
均匀搅拌它。OK。对，可以把它直接倒下去。倒下去喽。哇，好营养。然后最后，我们最后会先倒这个胶原蛋白饮，就是胶原蛋白饮，它是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对，它可以促进你胶原蛋白生成，然后可以让你肌肤更 Q 弹。刚是走音吗？生成，让肌肤更 Q 弹。对，然后就是直接倒下去就好了。哎呀，我妈，你刚刚没有给大家看。对啊。嗯。它其实有点水果、水蜜桃的味道。可是味道有点不太好闻哎、欸。不会，其实它打起来非常好喝，真的。是哦。对。爸爸直接打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直接打下去。好 ，OK。一样就是先小的就好了。小的，小心不要吓到我。对。慢慢增大。哇，它开始变粉红色了！哇，很可爱的粉色。其实它其实这样就可以了。可以了。对，可以。好。因为它其实草莓非常软，你看很香。很香，非常香，哦、非常香。闻到吗，观众朋友？闻到吗？而且它跟苹果啊那个。草莓那个味道合在一起非常香，还有胶原蛋白，对，还有胶原蛋白，赶快倒出来，我倒，因为你每次都倒出来。哇，我的妈呀，很勾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其实啊，加点冰块会不会比较好？对，其实加点冰块也会比较好，可是最好是因为我建议啊，就是我们在喝水果汁的时候不要喝太冰，为什么？就是会让它蠕动更不好吸收。你说真的假的？对，有差吗？所以热的就会比较好吸收吗？没有，常温就可以，我们用常温就好了。哦，对，而且常喝冰的对女生身体其实也不太好。我的妈呀，制作人，你看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超香的哦！来，这一杯叫做什么？ Yes. 你是忘记了？粉色马卡龙美颜仪，来跟我念一念。粉色马卡龙美颜仪。好哟，完成。又要再玩吗？这个吗？漏点了。再玩这个。好，一瓶喝一下。嗯，其实蛮酸酸甜甜的，对。哎、欸，我觉得苹果味好像有点盖掉草莓嘞。没有，我觉得草莓比较重哎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苹果味很重哎。我们请制作人来评判一下好了。制作人，哎、欸，怎么样？交杯酒是不是？交杯。交杯这样看到他的一毛啊！这样看到玉婷的一毛哎、欸！怎么样？要露一毛？观众想问：哎、欸，露脸不露脸？不要给他们占到便宜。好啦，那我们的男模马爱穗，大家记得这一集一定要转贴哦，下一集我们才有机会露更多给大家看哦！哈，哎、欸，露脸，露脸。男模马爱。